有装备，你一我道枪，傻了。但是还是好他黑有练。啊，那还好黑。来人，点首歌家给里我我必小须得叮要查，当一个面子。就是我现在还在身体，就是告诉我现在不能生病，还处于一个比较亢奋的状态的话就不会生。我估计我回去一放松的话，就是会那个，是发烧。我还没有，我估计我回去可能我想回去先洗个刘海。就是整个人不舒服了之后，可能就会没发人烧。管我，真服了，真无语，我真他妈无语。好像要约了，应该是感冒了。别搞！我这两天每天睡醒的时候，还有我都是鼻子是堵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是自拍杆上有灯的那种自拍杆，但是那个灯太亮了，就是晃得我眼睛都重深影山、了。新疆还有新疆户外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新疆户外是什么时候，没喊我，没叫这我车呢，开得真快呀，真猛哎！我都不知道新疆户外是什么活动。哎，不是哥们，我是卡了吗？真的没有人屌我啊！彪子铁暗恋珊珊，想跟珊珊炒 CP 是吧？我觉得也是。是不是想跟我炒 CP？ 不是，我真没看见办卡。我为什么弹幕卡？再说一下子，你看，你是不是想跟我炒 CP？ 我这根本看不七标见。八标，七标八标，闭上定。我们俩今天晚上要睡一次。啊，9张办卡真的吗？这么多？谁？是我的虾哥吗？是我的好哥哥虾哥吗？我现在弹幕停在哈哈哈哈上面了。可以。美豪酒店不在这边吗？啊？就火车站这边旁边。对对对，对。是那个，是那个。是我的好哥哥虾哥给我刷的吗？啊，我们刚才就在附近，是吗？对。哦，谢谢虾哦，哥的天九哪，张是办那个，卡，你整个哎，就谢谢浪费了十几块钱。哦，天哪！服了，我们走不知道为什么弹幕回卡了，真该死啊！等我回去的时候用这个手机播，这什么逼手机啊！宝子姐去找她妈妈了，去她妈妈那我说怎么回事嘛？哦，天哪！你想听什么歌？谢谢任一世。的办卡，谢谢哥开我牌子。你哭哭叫你老板大名是吧？人家就叫我这个名儿。你是不是不谢想谢在龟龟天的使惺惺呆相了？印，用苹果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在这边呀、啊，美豪酒店。对对对，是的。对，对的，是的。旁边是彪子吗？是的。来，来三枪了。等会等会。多少钱啊？11.5块。多少钱？等会别动，10块，11.5块，哦，还有5，我傻了，我第一次打车，还他妈有个，他表跳的，他那个表是国家规定跳的，啊，没事没事，我就是挺震惊的，好，好的好的，哎呦哎呦，卡住了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又没啥，我都是当备用机，嗯，多收了1.5块，说我们被坑了，真的吗？该死！他坑我1.5块，买什么吃的？我们俩都没看。我真服了，他坑我1.5块，坑我血汗钱，不要逼脸。没事，你刚才不是赚了10块？赚了20。赚了20。我回去用这个手机播好不好？可能又要卡一下，刚刚你们应该不会骂我吧？咱们要不要去看看那个特产店？看什么？那、哎、也没什么好看的。
我刚吃完。快去要房卡。啊？快去要房卡。刚才走路几分钟就到了。是吗？我们还估计走路几分钟就到了。是吗？嗯，我们俩吃饭的地方就在旁边。对啊，今晚酒店是自己付钱，看穿的好的。看不见。猫哥回家了，看穿搭，火速看穿搭。我没拿呀，我拿了，在你包里。你留在我这儿，我们俩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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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穿的牛不牛逼？哎，这个酒，讲道理，这个酒店还挺方便的，去哪儿都还挺方便的。就我们两个姑奶奶吗？是的，现在就我俩了，他们都走了。明天我也走，标的都剩一个人了。我。就剩标的。明天就要我一个人上班，但是鼓浪屿是跟这个傻叉去。走，这个裤子可以外翻，其实这个是个露腰的裤子。不要。你明天还住这儿吗？嗯。我懒得搬。我这我从这儿去机场得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，我信吗？我这一身不酷吗？明天下午走的话就别去。你明天下午走的话就别去，是吗？为啥？来不及是吧？谁？我播间有人说，让他滚。就是如果明天下午，你看，你走了，哎，不对，我试试。哎呀，没网了，家人们，你明天下午走的话就别去，可能来不及。能不能让他滚？傻标，卡了，绝对的，卡。你听什么啊？你办卡了吗？你听够吧。哎呦我操！早上时间太晚了。那咱就说不去了吧，明天鼓浪屿还是别去了。自己去吧，真的别搞我！我告诉你干啥？你他妈自己去。那我们得他妈七八点起来。鼓浪屿不远，七公里。那坐船去岛上还得坐船再下来。你搜一下攻略，一共多长时间？那实在不行就不去了呗。要不我们俩合体在直播间跳一段双人舞吧，给他们刷个火箭，或者刷个超火。你自己丢人，你别拉着我。对，我是播 DNF 的。谁在嘟嘟我？让彪子报销机票，直接赔钱。那你给我报销机票。你可以找超管改。他妈我不敢找了，已经改过一次了。算了，不麻烦他们了。你们跳舞够都不看，刺儿。不够吧，去了你得提前买好回来的船票，是吗？研究研究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美女，还是傻逼？哎，为什么这个船上没有那个呀？哦，放在那儿。干嘛？他们卖了我，啊，没戏。我靠，这个灯也太那个啥了吧！等我一下，哎，不懂就问，我能那个什么吗？我能下个不容重新上吗？你那啥？我找找行李箱里的东西。
为啥？等我一下。啊，这个灯在哪？别他妈掉出来一些什么不该掉出来的东西！你说掉放哪儿了？这儿。你帮我把那个灯关了，试试。一个试看。OK， 第一个就是。非常完美，第一个就是。点什么外卖？抽什么？谢谢关注我。不知道是多少。珊珊会玩，为什么？我他妈。管他多少钱！哎呦！我们在酒店。等一下，我也觉得我去广场舞博士。等我一下，我就我。真的吗？为什么来不及？你得坐船。坐船很久吗？你他妈来都来了不去，鼓浪屿是个岛吗？妈的，早知道今晚去了。什么五多？别人都是从下午1:30逛到晚上9:00坐船离岛，那我怎么了？我不可能，我提前左右很扫你的兴啊！你自己去吧。多少？我说他要慢慢逛那边。一圈一小时，还好吧？一圈一小时。对呀、啊。不是，那是一个岛吗？我不懂就问。岛，还得坐船上去。对，大宝找妈妈去。我还是别去了，我还是去逛我的免税店吧。我早点去逛免税店。哎，舒服。我已经开始有点头疼，我脸肿可能是因为我按摩。今天浩克大宝。可恶。我他妈也好想去。为什么得晚上去啊？那现在走吧。现在去哪儿？鼓浪屿。疯了。咋了？青春不就是说走就走吗？你明天自己去吧，旁边人已经累了。好吧。他一点都没有年轻人的朝气了。我哪，我已经年纪大了，你以为呢？太离谱了！这他妈怎么是？我们到底是住在926还是96？这他妈926是谁的房间、啊？现在还有船到，一直到12:00，这么屌？现在都快十，现在都10:00了。12:00还有船？他妈10:00，你过去他妈11:00了。但是想啥呢？我换个手机播吧。你把你啊？他，我操！他帮我们换床单没？我不会什么？他估计没帮我换床单，绝对的。那咋办？我睡的是宝子姐睡过的。你睡呗。多少人做梦都想睡他的原味床单。我看一眼，绝对没换，绝对没给我换。你看了没？绝对没。好了，反正宝姐是同过床了。上个月才去厦门，牛的牛的。你要你坐，不行啊，咱俩不能坐一块儿坐呀、啊。
我就连个 WiFi， 我一会儿就滚。哪有 WiFi？ 床头有，你二逼。我没在床呢，我只带了一套，那个床当贼大。为什么无法加入啊？等我连个 WiFi 用这个播。喂，回家了。连个 WiFi， 等我一下。我去找根手机线。怎么还要扫码啊？用啥扫？妈的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哎呀，我不播了，我下了，我不想播了，我溜了。为啥？想拉屎。等会等会等会。我他妈连不上，对，我还在下呢。好美，我觉得你说的对。让给你了吗？你真贴心。因为我们两个在一个房间里，不好吵，而且他一直站着，他不能一直站着。我为什么连不上啊？明天可能休息一天。我把位置让给他吧，他播。我们暂时用这一个位置贡献比较好。那我下了，明天应该会休息一天。直播的话，为什么不让我连 WiFi 呀？对，我们俩住一个房间。他妈的！啊，这个好像可以。